这个太活泼了。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。把这个狗给饲养，这个给我。不，算吧。哎，我想让龙哥的第二个糖人。不，你。阿姨，他跳下去了，我的，别动！我这么多狗不敢碰，这。嗨。需要你把它往左边抱一点，往左边，往左。好。强颜欢笑。我发现龙哥是那个跟一个狗接触是不会跟别人接触。